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这一台同名公司的最新的发明、哦、就是厨余机、啊、我们这个从通常家里面就吃饭都会剩下剩饭剩菜、哦、鸡骨头鱼骨头、哦、啊鱼啊肉啊剩的，那我们只要用水冲一冲，让它不要这么油，然后就可以了。那这个是很方便，那你只要把它盖子打开，然后把它倒进去就可以了，再把盖子盖回去，然后按，它就会自动，哦，它就会翻炒，然后就会加热，然后还要切碎，然后大概六个钟头，那个它就会变干，干了之后就像这一个，哦，像有机肥这样子的干的东西。可以拿去做那个种花都可以。那这个桶是我们最新的这个发明，可以给大家看。那它是一个铝合金的啊，那下面是一把刀啊，会转动，正转、反转，可以炒啊，那可以切削啊，那就把鸡骨、鱼骨啊都可以切碎。那就把这个倒进去，那我们一个人大概一天是半公斤啊，那这一个是一家这个四口，那就两公斤嘛，这样就五个六个钟头它就可以煮一碗，它就可以自动，那它会加热、拌炒、切碎，那这样子的时候它会产生蒸汽，这蒸汽热的时候会导引到一个凝固器，就是一个冷凝器，我们会冷凝，冷凝的话它会有水，那冷凝水会打到外面的一个桶子，它有一个水泵，那个气凝固为水之后，它的臭味就很少，那我们里面在水箱里面还有装这个紫外线杀菌除臭，另外还有一个碳盒，哦，这个碳盒就是把这个门打开之后，哦，这里就是有一个碳盒啊，这碳盒，这个碳盒是可以换的啊，那就是作为一个除臭，可以用到三个月都没有问题，三四个月都没有问题。它一边搅，它就一边这个炒炒，它一边加热。它就慢慢就是经过这个剖纹，它就会做出来就是很好的一个厨余。因为现在这个政府有要求说，很多这一些干的垃圾啊、湿的垃圾啊都要分类。那我们有了这一台，你就不用了，你就把它倒进去啊，五六个钟头之后，它就自然就变成这个有机肥啊，就可以倒掉了，也可以用来种花，也可以。里面在加热搅拌就是这样子，它一边搅一边加热一边切碎，它不会卡的，这个刀子是我们的专利，它转了一两圈之后它就停，它再反转，就轻轻停了一阵，它又要开始再转了，转一转，它就会互相之间会切割，这是我们的专利。那它在底部会翻炒，因为这个桶子是有涂那个不粘锅的，它是不会粘锅的。这里就是这个冷凝的水，它就是从一个管子打出来，我们是有一个桶子装起来。那这些是蒸馏的水，是干净的，就可以倒掉。就是说从湿的垃圾，我们把它蒸、搅拌、切碎、加热、冷凝之后，然后就变成这样的厨余了。这个就是可以当土壤的改良的这个有机肥。